水池哦。啊，那边是海吗？也是沿海走，不过比较里面一点。你看那边山那么多，一高一低，它很难走路吗？那坐里面一点哦，看看路。等一下你一开的那边有车怎么办？诶，它有线吗 ？Stop here on 怎么样？路啊变轻的那种皮肤。他趁机抽烟啊！他冷很久了啊，跟你讲。我要走。先可以走了。每个是算时间。啊，还在计数啊！施工啊！修路，修路，修桥哦！啊，只剩下一条。你刚才走的话，如果这个隧道地方有车，你怎么办？啊，这里有一个交通，上面应该也有一个交通灯哦。对。啊，这边有一个吗？